离万昭样哎哈！我好像怀孕。潘宁燕，我现在正正堵拦你哦，这怀孕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嘛？我真的没有。新田，新田，我只要想到新田可能会想不开，我就很恐慌啊。你还好吗？你把他丢掉了。 每周日晚间10点，台视卓剧场《走过爱的蛮荒》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。